两遍，而且它中间有一层油，你有看到吗？耶、yeah, ，我是德哥，今天我们要来借厕所。好了，今天的话，我们是有收到那个网友说，台中大里这边有开一间新的炸猪排、厚炸猪排的店。我想说，我们之前来吃过，在日本有吃大阪吃过一个超有名的炸猪排店。我们今天来给看看，然后这边台湾自己做的炸猪排强不强？给老板上一课。到了这一间叫什么？这个名字怎么念啊？三撑圆吗？这是撑圆还是三圆？三元屯研究所。三元屯呢是三种纯种的猪汁混种而成，有梦幻猪肉之称，所以店名是这个原因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居然还有弄一个这个叫什么柠檬，可以给你挤，那你挤一下。哎、欸，他这个肉其实算厚哦。哎呦，哦哦哦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吃吃看你，借我吃一下不会介意。嗯。晶莹剔透，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他、啊、什么叫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很油，然后下面上下是酥肥的那个叫什么猪里脊，然后里面还有蛋。那、啊、我们先吃吃看这个，我们来看看它跟大阪到底差在哪里。它真的是很厚，还有加一点猪原味。超酱！你不要看它这个是里脊肉，它跟大阪那个一样，它是酥肥的，所以你吃下去那个肉是很软嫩。而且我觉得它比大阪好的地方是，它的肉比它香，大阪那个肉没有那么香，它的猪肉我们台湾的猪好，够香。然后它上下的这个脆皮很好吃，它上面有淋一个日式的甜咸酱油，它底下还有煎蛋跟饭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哇、哦，好多汁哦，烤得非常的好。它上面这一层，它上面这个层层是抹的是那个味噌酱去烤，所以有点甜甜的，好吃哎。所以你这个等一下你可以把这个蛋打到饭里面去。我把筷拿来沾这个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唐扬鸡，哎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鸡？唐扬鸡？唐扬咖喱鸡。我吃一块，你不介意吧？吞下去我介意。好，我吞下去。哇，这你会喜欢的炸鸡，里面 juicy juicy 的，然后是鸡腿肉，然后它外皮非常的脆，好吃。它咖喱是属于爪哇的，它不是日式那种甜甜的咖喱，很香，它是属于新香料的那种。然后这个地方很特别，这我没有看过，这个它叫什么白味噌煮猪肉，看起来这个是猪肉的叉烧。肥肉叉烧，然后里面有萝卜跟红萝卜，还有豆腐，
哇，这个叉烧它烤过，它有很像那个拉面那个叉烧，很好吃。味噌感觉没有那么浓重的味道，比较清淡。这个可以点给长辈吃，好吃的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的猪排怎么被抢走了？跑哪中？跑哪边去了？我猪排都不见了。那你预防我，快点。比大阪还嫩啊！真的，我老实讲，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他的猪排啊，真的比大阪还嫩。但是它跟大阪不一样，它这个是四公分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大阪那个有更厚，但是大阪那个有点太厚了。这个四公分是吃起来就已经够爽感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假日啊绝对要定位，因为我们刚刚是11点就开门中间，哇，10点半，直接满，然后电话我开始听他们讲说，现场的话只能后位。好像有萝卜、油棒跟黄金泡菜。那萝卜酱配炸猪排很解腻。可以为你点的你喜欢的那个明太子，然后插炸虾再拿去烤。然后这个是炸牡蛎，你应该先咬一块吧，咬一块。厚哦，它里面的肉是厚实的。炸虾天赋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！它中间虾肉够，上下很酥脆。它多了这个明太子酱拿去烧烤过后，它的那个咸香的感觉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咕噜咕噜，你是在用蜜？自己盘子里面的不吃，然后一直在看别桌的炸猪排，这就是改一讲的，吃我老来，吃我来，看我哇，就这种啦。哎，哇，难得哎，你一直吃饭都快吃完了，代表真的好吃，对吧？杜老师的东西他是不会吃，一直吃的。他说拍他拍很漂亮，你说呢？宜兰人吃蒸蛋就是会搅在白饭里面吃，宜兰人不要骂我，我从小是这样吃的，然后还会加一点肉松。好讨厌宜兰人。少女心啊，你看点点以上就开始在那边拍照，跟她的外表完全不搭嘎，有没有？虎背熊腰，然后再拍一点点。那我们的点点到了，这个是肉桂卷，看起来不错。嗯。上面有很多白白的，狗狗的。嗯，你干嘛？你想什么？你想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想。老板在旁边哦。然后这个感觉不错，这个我蛮想吃的。这个感觉是它底下是奶酪，然后上面是炸团子，然后这是布丁。烤完子。底下还有焦糖。哇，它其实蛮扎实的。嗯。哇，很黏黏，你看，哎呦，白白黏黏的东西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你看，松松软软的，我也有买。为什么有三颗呢？正常的男性不是就两颗吗？全台平均有三颗、啊，平均不是全台平均1.5吗？全台平均不是有三颗，应该平均。它抹茶好浓哦，苦苦的，然后底下的奶酪甜甜的，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他说他上面加的是什么奶霜哦、嗯？可以吗？你不是最爱吃肉桂，有通过考验？它里面脆的，脆的，然后本体是软软的。哦，它这个烤过、啊，然后里面是外酥内，对啊，他说这个要到那个点，挖到那个点，哦，要挖到那个点，对，挖到最下面那个点，就会有那个东西喷出来。好了，吃了，不要乱在乱讲话，吃个甜点也可以在那边乱讲话，今天是狗戏杀。啊，老板说要挖到最下面那个黑黑的点，这个很好吃的，这个，我觉得好吃。你帮我加一点布丁在里面，说不定会超好吃的。肉桂一，吃完了。奶酪那个汤圆二，好了，吃完了，生意超好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好了，这一间 OK 吧？不对。很
好吃哈、喔，还不错，这一间推荐给大家，这一间好吃，可以来吃吃看。不要推荐给大家，因为这样会排很多。不会啦，他应该还会再开新的，我觉得他会再。大家不要来吃。哦，你会被人家讨厌，我告诉你。好了，我们再去下一趟，我们晚上去逢甲拍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